陈绮贞。白色，芝麻贝尔，陈绮贞。刚来的日文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是不是这样讲的？こんばんは。私は陳绮贞です。谢谢你们在这么冷的夜晚，然后来到这边。我想要问你们，你们快乐吗？平常的日子你们快乐吗？其实平常的我都，从小到大都算是蛮容易快乐的，但是唯一会让我不开心的时候，多半是有人给我不想要的规则。我常常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独特的样子，可是从小到大总是会有长辈或者是老师或者是体制要告诉我们，希望我们可以变成方形的西瓜，然后一个一个可以放在箱子里面，好方便管理，方便收纳。所以我今天想要告诉你们的是，接受自己的样子，然后让自己很自然的长成与众不同独特的样子，是需要很大的勇气。然后在这边祝福你们能够拥有一个充满勇气的2018年。可以拍手。他们想拍手，你想要尖叫，你想要跳舞，即使在这么慢的歌曲里面，你想要做什么都是你的自由。然后再一次听到你们的掌声，然后向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张佳琪。是大小的飞翔。在你的声音中，哈欠的伤。